跟妈妈逛街的好处。上街哦，这个吧，128。干酒水就要128吗？不是吧，买个雪糕想那么久，也不尴尬吗？买一个东西吗？等这么久，买的。唔系嘛，买条雪条咁耐，妖冇眼睇。咩话？一个雪糕128蚊，食唔食啊？我买串绿豆沙雪糕俾你食，摆翻落去。好啊好啊，绿豆沙正啊，我最中意食绿豆沙噶，好嘛？诶，几好睇喎！哎，帅哥，这是我们的最新款哦。哦，很适合你啊，去试一下吧。啊，这个码太小了，我们有加大码。我喜欢 oversize， 我们有加大码。这个颜色不太好，我们有黑色，黑色太沉了，也有白色，白色容易脏，我喜欢彩色的。还有红的、黄的、青的、粉的，试一下吧。我才600几蚊买件衫啊！屋企买落咁多新衫，你又唔着，摆低佢。啊，系喎，妈买咗好多衫俾我啊，哎呀，我真系唔要啦，哎呀。食咩好呢？诶，嗰条鱼几新鲜喎、啊，真系啊！1800。妈咪啊！嗯，我唔识佢嘅。